喂，警方佢哋需要做一啲簡單嘅搜查，咁咧所以咧就我哋俾啲時間佢哋去處理呢樣嘢。咁啊，完成搜查之後，如果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去起步噶啦。警方就見到阿警員入嚟咧，就準備做呢個。 有啊，小心啊！而家搜查，有啲個人資料嘅，就唔好影個人資料啦，好唔好？咁遠。覺得我鬼得到乜嘢？係啊。
淘宝买的。1921年7月23號才是建黨的日子，但是那個建黨紀念日呢就是七一，所以呢今天我們就當然要來去振興賀百周年。你看到我們有兩個紅燈籠，我們都是很意頭的，賀百周年就毋忘初心。初心是什麼呢？等一下我們的聲明我就會告訴大家這個初心了。今天小弟我亦都咧著咗件衫，呢件衫咧就亦都係中共嘅創始人陳獨秀先生。咁啊喺中共嘅建黨初期嘅時候，佢哋係帶住啲乜嘢嘅一個嘅理念或者係信仰去建設個社會嘅咧？咁啊，今日咧我哋都好想咧去表達，咁同埋咧。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我們前面這一塊黃色的布條，就是釋放所有政治犯。今天呢，這個是我們來到這個地方請願示威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釋放所有政治犯。請客嗎？好。釋放所有政治犯！釋放所有政治犯！權力歸於人民！權力歸於人民！全國實行普選！全國實行普選！賀百周年！賀百周年！毋忘初心！毋忘初心！釋放所有政治犯！釋放所有政治犯！人民人權大於政權！人權大於政權！人民高于国家，人民高于国家，释放所有政治犯，释放所有政治犯。咁啊，我谂大家都记得啊，我哋每年嘅七一咧，社民联嘅晨早都会系去呢一个嘅升旗礼啊，即系呢一个尽量啦
靠近呢一個金紫荊廣場去表達意見。咁啊，今次唔同往日，以往咧我哋係唔需要特別咧去做一個嘅搜查。咁啊，但係今時今日咧，大家見到啦，我哋喺呢一度都處理咗差唔多成五個字至半個鐘啦。咁啊，但我就即係喺呢一度，即係當然你問我咧，我覺得最緊要嘅係我哋能夠今日表達我哋嘅意見。所以咧喺呢一度啊，我都覺得如果佢哋以一個合理嘅時間去做搜查嘅話咧，咁啊呢一個都係我都唔會批評佢哋嘅。咁但係大家都會見到咧，事實上喺即係我哋今日同埋喺過去嘅環境咧係好截然不同嘅。啊，咁當然我亦都唔係好明白，即係點解佢哋啊對於而家啲咁樣嘅啊根本上係完全冇呢一個危險嘅示威咧都咁緊張。咁啊，所以呢一個政權就好得意嘅。譬如而家喺呢一個北京就係過緊一個八週年嘅黨慶。但竟然咧係成個嘅北京城咧，啊天安門啊各個地方咧都係非常之把守嚴密。但如果係一個有自信心嘅政黨政權，佢哋對人民係有信心嘅話，人民亦都好擁戴嘅話，佢哋係唔需要咁多防範嘅。我認為。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即係好明顯見到啦，要倒油又中狗。要去防範人民，令到佢哋咧係有一啲好尷尬嘅情況，所以佢哋非常之緊張。咁但係觀望論點都好啦，今日咧世民連都一如以往嚟到喺呢一度咧，我哋表達意見。呢一個係我哋認為最重要嘅，而我哋都咧希望香港人咧能夠可以。堅守公民社會，抵抗政治打壓，繼續嘅勇敢嘅去表達自己嘅意見。